大家好，听说兄弟家的公鼠很多，刚好我们家公鼠又不够了，我们抓点回去。兄弟家这里还百香果，有一个红的，我把它摘到了。好酸的，好酸的。这个毛色好漂亮的啊，抓它都不叫的啊。哇，这个好肥啊，这个一胖，烤的话肯定很好，最少有5斤多、啊、这个那么胖。这里有一个，行的。哇，这个很便宜。爽的这个百香果。哇，这个肉好多啊！你看这个肉很漂亮哦，看到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哎呀，真的好吃！这个百香果很大个的。可以。朱莉家的母鸡，下那个孵出来的小鸡，这个母鸡好凶啊，捉人的。现在祖祖拉回来了，给我们家的母鼠啊发老公了，一人一个。给他们发老公了，别抢啊，一人一个，别打架哦，打架我烤了你。你看那个母的很喜欢它，你看他们不打架哦，不打架就好哦，打架了他们就完了。哎，给他发个。这个很凶的母鼠啊，大家去试一下。这个母的很凶的，我搞个差不多4斤的公鼠给看它，看它怕不怕？我别打别打，那么凶，这个母的好凶啊，吓死了。那么大都没用，这里的大，换一边，这个不行。给它换一个温柔一点的老婆，那个太凶了。这个是，可以试一下，别打架了，应该不打架，不打架就让他们这样子，相亲相爱。这个竹鼠都给他们配好种了，他们不打架，不打架就好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